4月12日，喜天影视发布声明，称旗下艺人张天爱客串《清平乐》，从无拉踩、艳压任何人。某业内人士借网络用户挑动矛盾，恶意重伤，严重伤害了张天爱的名誉，要求对方立即删除道歉。张天爱工作室转发表示，对于把网络当作法外之地，严重影响张天爱女士名誉及社会公众形象的行为，绝不姑息。据悉，11日晚，网曝疑似江疏影经纪人朋友圈发文 diss 张天爱团队，指对方发文暗讽江疏影古装造型不如张天爱。从爆出的朋友圈中可以看出，疑似江疏影经纪人 Frank 发文称，是网友说，还是你身后的经纪人说的？种自家的地没见你花多少心思，砍别人的树你倒是卯足了劲儿，并配有一张关于江疏影与张天爱比较的合集图。